是把那个扩大连接哦，目的哦是为了防范哦发生酒后就是绑架的事情的发生哦。场的时候要带饮酒的意义表，两位代班所长身上一定要带这个空表。抱歉哦，抱歉，我警犬执行公务没有了呢。不要动，不要动哦。好，可以。不要动就好了。不要动。走这里。让开一下啊！